我是趁我妈咪在做白斩鸡的时候偷跑出来的。我也是，我刚才溜出来的时候，差点被我家的狗咬。<笑>要等很久才可以看到你。嗯，整整15天。一直都在拜年。对啊，吵吵闹闹的。 怎么啦？我刚才好像看到一只很 giant 的鸡跑过，可是现在我 confirm 我看到一只很 giant 的狗经过。哎，我好不容易出来才见得到你，如果你不想要见面的话，那就算了。不是这样的，哎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讲，喂喂。 感谢啊，拍摄啊！来，拜拜。哎，谢谢。 琪琪啊，还不回去啊？是时候回家做功课了。还没有。安迪阿妹在等你啊，她今天会叫你英文哦。不是，今天的课是爸爸教我的。是安迪阿妹。不是妹妹，阿姨是爸爸。好，照老规矩啊。那如果爸爸抓到琪琪，琪琪就要听爸爸的话啊，去找安迪阿妹 ，OK？ 不 OK。OK，我来抓你了。还跑？别跑！ 你女儿真乖，又陪你来开档。小孩嘛，很快就长大，翅膀硬了就远走高飞，把妈妈给忘了，来。啊。
几个人啊？ 安迪、安哥，你都不记得，那以后谁来照顾琪琪啊？爸爸。那爸爸老了，谁来照顾琪琪啊？琪琪来照顾爸爸。那就是说，今年你会帮爸爸包红包喽？不要。 家做团圆饭，早一点来，明天最快一点。啊！不要以为你跑得掉，就算你会飞。 爸爸也能抓得到你啊！我来了！哎，今晚不要迟到啊！OK。 小妹，下雨了，不要乱跑嘞！哇，喂！今年三十晚还开大？年三十晚不用工作，不用赚钱呗。小，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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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。
还不去追啊？等一下要报失踪人口嘞！啊啊！夭寿哦！ 红包，我的红包，把我的红包还给我！没有人会拿走你的红包的，走，我们回家吃团圆饭。 去吃团圆饭，回去。对呀，吃团圆饭。拜，回家吃团圆饭了，你去哪？